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你吃早餐了吗？吃了，我在家吃的。你呢？我买了麦当劳的早餐。你吃的什么？我吃了豆浆和油条。你买的什么套餐？我买的面包和咖啡套餐。你喜欢咖啡？是啊，非常喜欢。你呢？我也非常喜欢。我打算一会儿冲一杯速溶咖啡。你一天喝几杯咖啡？我一般早餐喝一杯，午饭后也喝一杯。你呢？我一般一天喝3杯咖啡，已经习惯了。今天你们部门忙吗？非常忙。我们部门也是。祝你今天工作顺利。谢谢，也祝你今天工作顺利。